别急，怎么了？快点，帮我看一下车子。行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鱼，我是一人一车一狗啊，一面包车自驾西藏。今天呢是从马尔康往这个汶川走，去和队友会合，结果还没等到地方，我的车胎没有气儿了，我就说开着怎么不对劲儿，刚啷刚啷响呢，完了一下就上火了，嗓子一下就说不出话了，没有气儿了，离他们还有个二三十公里吧。我的天哪，我先找我的那个充气泵，我有个充气泵，我试试能不能打进去气儿先。我的充气泵在这儿放着来着。哎呀，完了，我那个充气泵可是那天让我们拿下来收拾，放那个停车场忘装了，找不着了，没了，没办法了，现在只能卸车轱辘换备胎了。我这车下面这有一个备胎，我把备胎那个什么换上吧。哎，到边等他们吧，别他们过来的时候看不见我。我看着旭日哥的车了，在这儿呢。旭日哥，亮哥也到了，就这儿，车轱辘没有气，我也不知道。小问题，这我轻松给你搞定了，啊、搞定。就是、也是五菱车呀，是五菱车，是跟亮哥的车一样啊。你视频刚买的是不是？对，你是不是学我呀？对，我就是看你们都开了五菱，我也弄了一个，跟亮哥的车一样。小问题，我都急得不行了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你说来找你们，还没等着见面，先把车开坏了，你们过来帮我，我都可不好意思了。说实话，真佩服你，真的。哎呀，这车搞得，啊，真是可以啊，漂亮，是不是？啊，还是女孩的车，收拾的啊，太好了，很整洁，嗯，太好了吧？啊，旭日哥帮他把车弄好。好嘞，我出发就。哎，没事，你不要着急。你看旭日哥工具多齐全，别这点啊。其实你们女孩子大部分都不会弄，只要这个轮胎没破，问题都不大。我发现你们女孩子只会开车，不会弄。其实我对车真不太了解。对，那旭日哥看一下，看轮胎有没破。行，看一下试试。你们看，他这个比我那个气泵好多了，能帮我打气儿呢。打满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呀？三分钟。这气儿已经打好了，还挺快的呢。哎呦，可以了不？好了啊，好了，没问题，没问题的。目前气没有漏，暂时看不出来。非常感谢你俩，那从今天开始我就赖上你俩了，我要跟你们一块去西藏了啊。哎，既然说好了嘛，没事啊。但是我们以后就是一条裤子。我的问题。然后就是我和旭日哥喜欢荒郊野外，喜欢荒野，可能以后会去无人区，正儿八经的。我也喜欢。到时候你要听话啊。必须的。对，听话。肯定喜欢我。没问题啊，有美女加入那不是太好了吗？开心啊。我们目前后面古一也有伴了，可以，开心、啊、开心。那收拾东西走吧。开心。